如果你住在你喜欢的地方，你的问题就已解决了一半。所以我选择了意大利，来到科莫湖生活。今天和过去一样，科莫湖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人物，像 Vivienne Westwood、 Cindy Crawford、 George Clooney。 这是他的别墅，他们是我的邻居，他们也像我一样爱上了意大利。我的艺术生涯把我带到了世界各地，我很幸运地看到和参观了很多壮丽的地方，但就在这里科莫湖，我发现了一直吸引着艺术家、作家和音乐家的魅力。意大利制造意味着品味、高雅、品质，并通过真正的风格来表达标志品牌。在这里，我遇见了玫瑰女王，因为她有个顶端敏感的鼻子，在香水行业而闻名。这个剧场并不像米兰的斯卡拉剧院那么闻名，但是它比斯卡拉剧院历史更悠久，而且听众的要求非常的高，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吹口哨，虚拟下台。进入奥林匹克剧院 ，Andrea Palladio。对16世纪古代罗马的修改真是令人兴奋。到意大利旅行，更深入地了解从哪里及如何产生、如何培养意大利制造及其所有美妙的秘密。